我们在等一个车位就可以进去了。你带了你的小相机吗？带了。你为什么会选富士呢？好看啊。像我这种人对富士的有一些偏见，因为它并没有给我一个全幅，它只有中画幅。对，就是它在中画幅以下，在135系统里面它没有全幅，这个我不是很理解。而且它还做了很多事，就比如说富士它会在那个相机里面加自带滤镜，这也是一件非常不专业的事情，就感觉就好像是就是一个消费级。但是今天我想试一下啊，因为我没有用过它，所以我没有办法去评价它。来，咱下车。OK， 好，来，3、2、1。完了，我对它的画质不是很有信心，怎么办？这个楼真好看，金碧辉煌。那个黄色的光是太阳照到了那个金色的墙面上反射下来的。好，就假装你在街拍。OK， 好，来，3、2、1。脸侧对一点镜头，对，哎，这张不错啊。OK， 好，等一下，我要用一个低机位来拍你。OK， 好，我们3、2、1。这个直升机挺有意思，这儿还有个机枪，没有，我要给这个直升机拍个照。再从后面往那里拍。飞机和大楼的尖子都露出来以后，好懂啊，我好有经验呀。就蹲下来。好，蹲下来。哇，我特别喜欢它的这个楼，这个楼就给人一种非常古朴的感觉，是吧？ Could be, should be, making me glad. Why am I blue? 我觉得。It's up to you. 哇，这种复古的感觉好好。拿着它开窗外，对对对，好，来3、2、1。对对对，好，来3、2、1。Someday, some way, 非常不错啊，非常不错。好，来3、2、1。到这个下面去，好，抬头抬头抬头，啊对，好看那边。In vain, 你现在把素材也发到网盘里，我转存一下。可以。你还要直播啊？怎么了？啊，我知道。往前走。I wandered around and finally found somebody who